好，我是林采缇。那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专辑《女帝诏约》里面的第二波抒情主打，叫做《隐形去看你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是我的制作人方文良老师做的曲。那时候其实它是一首非常舒服简单的情歌，但是它歌词里面呢，为什么叫做隐形去看你，就是说女生跟男生分开之后，女生还是希望可以默默的去关注男生的一切，默默的就是去知道他在干嘛，所以就是隐形去看你。它是有一点心酸的感觉，但是听起来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，就是希望可以疗愈大家的心理。然后这支 MV 呢也很特别，就是请了李威来帮我跨刀演出。那剧情是非常的感人的一段爱情故事，就是女生生病离开，然后男生很舍不得的一个 MV。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上网，或是对上网搜寻隐形去看你就可以看到，或是在电视上。那这首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，然后在 KTV 也可以唱得到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《隐形去看你》。不懂我在想什么爱